美国亚裔地产协会将于下周末，也就是11月5日和6日两天举办他们的内陆帝国圆梦计划。此次活动还结合富国银行、大通银行，并取得房利美及房地美的全力协助，是针对亚裔购物者所设计的大规模房屋开放参观选购活动。今天这个会就是这个，我们是要介绍这个内陆帝国圆梦计划的这个活动。那这个是11月5号，我们会有一个说明会在 Hilton Ontario Airport， 那说明会是9点到1点，然后1点之后会有专车巴士团接待民众去看房子，对，需要购物的民众。内陆帝国圆梦计划的是全美亚洲地产协会亚裔地产协会推出的一个活动，这是内陆帝国的这个分会所推出的一个活动，是帮助民众购物的一个计划。那主要是我们跟房地美跟房利美合作，然后还有富国银行跟大通银行合作，然后来提供100多栋房子让民众参观选购。那大通银行跟富国银行会免费的提供服务，帮民众做这个贷款证明。对，那有了贷款证明，然后有了房子，这是一气呵成，他们就可以在当天购买到他们要的房子。其实对于内陆帝国来讲呢，其实房价在2009年中的时候已经有一个谷底出现了。那这一两年来，其实是有慢慢回升的感觉。对，有这按照数据来讲，尤其是中低价位的非常非常的热门，所以很多人在抢购。那可能是高价位的房子可能有点疲乏，可能价钱有比较下落一点，但是中低价位是非常多人在抢购的。据了解，购房说明会和房屋参观巴士座位有限，民众可到美国亚裔地产协会官方网站报名，或是拨打热线电话。同时，富国银行和大通银行也将免费提供银行贷款资格证明和免费的巴士专车车票，感兴趣的朋友也可与他们联系洽询。中央电视采访报道。